天堂红太彩云投到瓦近南台湾气象局云南发布陆上红太警报，啊，估计这红太的暴风圈，中头过了后，就影响台湾的西南方的近海。气象专家那提起南部有红太影响，北部有黄霜啊雨的方面的消出来，全台湾各地落雨机会明显拢提悬。目前台东沿海直到东北角沿方面地区风影明显增强，中气象局预测轻度风台彩云暴风圈，测试礼拜五暗时会切过恒春半岛，屏东县政府早起九点成立灾害应变中心以及开设，往来东港甲小琉球交通船停开，明英船下晡五点最后一班宣布停开，班次也缩短，一早来因为没办法过去。轻度台风是。还好啦，这两天大部分船拢在港啊嘛吼。差不多拢在港啊。台东气象差不多全部拢是去港内闪避风景，除了家属啊，也将抓到鱼啊，赶紧搬入船。根据气象局预测，轻度风台彩云路径早起十点，在高兰平西南平290公里海面上，往东北平刷鱼，预估下晡绿岛南势会有8到9级风。尾暗的定落，深夜上大沿到9到10级风，中南部甲东南部会陆续落雨。然后七级风的暴风圈也在傍晚前后会影响到我们南端的陆地，恒春、台东、屏东地区发布陆上台风警报。不止爱四级风台，气象专家提醒台湾北部黄霜雨方面，刷入去会够飞，将要对台湾天气影响，恐怕比风台更加大，带来旺盛西南风。位于礼拜五清明到礼拜六、礼拜日，有可能会出现大水雨等级的落雨。北边封面呢，这个其实是压力比台风还要来的大。预计全台湾在礼拜六、礼拜天这两天是雨水最大的时候，可能呢这个降雨呢机会非常容易解旱，但是也几乎是近于致灾的边缘。气象局针对全台15县市发布大水雨、大雨特报，专家提醒。中昼过后，大台北地区有短暂延时强降雨，有个台北市各行政区、树林北投以外，降雨的强度可能会达到大水雨等级以上。台北市政府呼吁各级地区的民众要提高警觉，会伫12点先成立紧急应变小组，随时应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